系。没关系。计算机系的李寻，我一直喜欢你。小珍珠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你好，李寻，我叫徐丽娜。过来坐。你这叫我怎么坐？坐这。没事，帮我解一下。我自己剪会死啊。行，咱们还是加个微信，你找我吧。故意的吗你？不好意思。真的就在想我爸想画画，不过我跟他从小就认识，媒体都说他是天才画家。天才怎么了？我还是高考第一呢。正常你走，红包怎么样？红包。以后这个就是工资。那要不我们先去食堂吃点什么？回来了。刚那谁？我家司机。好、哦。他不是我家司机，他是我妈同学的儿子。以后再敢撒谎，后果自负。把衣服还给江星驰，让他自己洗。不好吧？毕竟我拖了他一身。谁让他这么不长眼？连我们班小白菜都玩过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是这样看看，我们好。就是要穿裙子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